我是荧光虫，你来欣赏我的灯光秀吗？哦，你人真好，你好窝心哦。每天晚上日落之后，我们母荧光虫就会发光好几个小时。哦，不然我们要怎么让公荧光虫注意到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肥短翅膀没什么用，那让我好忧郁哦。我们母荧光虫都会生物发光，聪明的人都是这么说的，用来形容生物自体发光的一种自然现象。那是我们体内的化学反应所造成的。没耍花招，没有插电，也没有装电池哦。有时候一群荧光虫会演出灯火大秀，大家一起发光发热。哦，好闪亮啊！哦，我没看到你在那里，甜心。我们也会发光，吸引像萌那样的猎物。美女也是要吃饭的，希望我的帅哥这回看到我了。你好棒棒啊！哦不，回来！你们人类跟你们的路灯，真是害我花容失色了啦。我好爱快乐结局啊，你呢？